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天花板的装潢也拆掉了嘛，所以我们那里架了一支顶天立地架，我们就可以把一盏摄影灯架在那边。那这是之前没有办法办到了，因为我一之前那个装潢一顶，我那个装潢就爆炸了，就喷。<laughs>